蹈对于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我想问一下建勇老师，舞蹈在您的生命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It's my life. If I don't dance, I get sick. Something like this. 舞蹈是我的生命，不跳舞就会生病。听说他在拍广告的都是在舞蹈动作当中完成的，就是他不会固定着一个 pose 去拍照，他一定是在流动的过程当中，由摄影师来抓拍。啊、厉害厉害啊！来，我们现场尝试一下。哇哦！哇哎哇，这拍得好好啊！对呀、啊，每一个动作都很优美。哇！哇，这个棒哎！对，接下来看王一博呢，王一宝，很漂亮，哇，哇哦，好美啊！接下来我们有请周震南，怎么拍都好看，